这是我哥哥，也是你姐姐老板。啊，他是苏琴的妹妹苏琴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对了，你姐呢？啊，找我姐夫去了。我给你点东西。哦，放这吧。你在哪里上班？啊，我刚毕业。哦，刚来北京吗？对。来多久了？ 前两天刚来的。妹，我才刚坐下来，我的歌就帮我点好了。哥，这次就是你想多了，这首是给苏琴点的。苏琴，我们家苏琴呢，一定会唱出不一样的感觉。